世界是言语的湍流，将语词拨动于掌心，就能寻获美梦成真的预兆。趁言之屋为你服务，请务必将它贴身携带，并在新月的夜晚打开。我看到，届时您将与心上人重归于好，而您将夺回财富与爱情。看看这些被操纵的愚蠢之物，我将掌控任何我所渴望的，直至破晓的明日。